抽来分队。嗯，那分队之后会有三个比赛。哦，比赛完之后还会有一个最终的大对决。好，好，好，好不好，妈妈？你最喜欢的好不好？我最喜欢什么？大对抗。大对抗。对，但是杰克，你要多久啦？不是，我是投到 IP 啊，这秘密没？哇，这是秘密，这个是秘密，好高哦，那很高，没有，不要挡住啊，嗯，这画面要挡住啊，最好请挡好，不然会爆炸，挡了，哎呦，来了，拍谁？拍谁？哇，大牌哎，大牌哦，翅膀长硬了，跟你们讲，过程这都也都是不回血哦，所以要小心不要死掉哦。好，我们就先来抽抽好不好？好，看队伍的分配，抽到可可豆就是跟我，抽到猪肉就是跟妈妈。什么意思？我不知道你的特征啊，不然你的麦块特征是什么？猪肉吗？哪是？很香的。来来来来抽。排队抽奖，好，我们要很有礼貌，很有礼貌。我们要，我们会绕过去，绕过去。我们要绕过去，不可以踩中间。对对对，要礼貌啊！排队过来，排队排队排队。好，那我就先抽谁？好像小朋友。影院是猪肉队，影院是猪，好，你才猪啊！小雨是可可豆哟。哦，我们会有什么事？哎呦！啊，我是猪啊！你是猪啦！你还说我？我自己也是猪啊！我是猪！什么东西啊？猪？我们是下一局三了，是那个下一个 P 啊！毛毛 PH 三对抗猪猪队。没有没有，我们已经赢了。我们一开始有多一块肉可以吃。哎呦，没有没有食物，没关系，大家肚子饿嘛，来来来，我们先去觅食。好，我们这个地图是特制的，所以所有的箱子都没有，我跟妈妈也都是空空的。哦，但是不用担心，食物对不对？要什么有什么。哇塞！哇，这个东西要不多拿一点。多拿一点，多拿一点，多拿一点。这是乐园，这是乐园。多吃一点，多吃一点，吃饱点啊！收工了，收工了，收工了。今天不吃东西了，不吃了。可以吃啦！我没拿到专利啊！来来来，我给你十个。我们今天先有两个对抗。一个呢，是我们所盖的玻璃跑酷，另一个是游泳比赛。我跟妈妈身为队长就可以指派队员，好不好？我们一队有四个人嘛，一场比赛派两个人啊，不可以重复，好吗？啊，可以打对方吗？不可以打。好，你又想干嘛？没有，那个掉下来死掉就没了。好，所以要小心哦，还是要大家要给个水桶，水桶吧，至少给个水桶，好吧，掉下来很慌，还可以有东西，啊，应该不会吧？我们都是那个第一条命的，嗯，不会有夜妹啊，不会有夜妹，好，一二三四五六七，会有怪吗？哎，对哦，那我们其他人要小心哦，你要不要先派人啊？看你们那队觉得谁比较会跑酷？谁？你们的志愿者？另一个是游泳比赛。都没人讲话。你想要参加跑酷还是游泳比赛？嗯。那，啊，这谁的水桶没拿，妈妈？我的。谁啊？反正跑酷如何？小雨，不要。嗯。谁可以帮跑？我可以啊。还是雨燕跟团团？我推荐团团。哎，要两个人啊！允月，你也过来吧。还是你想要跑步还是游泳？都可以。你知道他刚才已经在练习了吗？掉下来的时候马上放水桶。我觉得我不行，这个我觉得我不行。哎，我弄错了。超难哎！可以自己上去是不是？妈妈，你要什么？什么叫什么？我们那队是谁？我们是选好了没？站出来。允月啊！
我们可以自己吗？我们两个是可以去比赛吗？可以啊，可以只拍自己啊。就说一场是跑酷，一场是游泳。嗯，好，这个没放到，这个死掉的那个就没了，要两个人看谁先到，好不好？好，没问题。那我们这边我跟杰克好了。好。哇，这么强吗？排队哦。嗯，让你们先，团团先。好，我先。第二，音乐第三，再来杰克。OK， 你可以的，对吧？那可以，他跳下来是不是有帮他放水吗？现在底下放好水，帮忙放水，接的好也可以啊。哎，可以哦，团队合作，团队合作。来，斯大朵，好。哎、欸哦，啊！掉下来，太快了，太快了，太快了！对啊，那为什么我的队友都没有在下面帮忙啊？你太快了，水，哎，集结克，集结克，哦，哎，我掉下来了，哦，这里还有水，这里还有水，你在这边小心，这边很难了、哦，对，我把水收走，我把这边水收走，啊啊，可以，可以，你在中间途中可能还会卡一下哦。好，对对对，团要慢一点。物件很多，好。哎，推哎呀，自己追下来！哎呦，等一下，好难！哎呦，碎啦！哎，哇、哦，好强哦！好强！哎呦，还是我摔到了！哎呦，杰克，杰克你摔到了！对，哎呦，哎呦，真是跳！啊！掉下来了！音乐靠你了，没有音乐，我回来了，我回来了。哎，我急，我急。啊，有炸了，卡到了，我摔到了，有我卡到了。三个人上来就结束了，三个人上来回复效果，好，比前三名啊。好，如果两个人到就直接赢了。你先上，你加油，你够。好，我不敢跳。这个慢慢来，慢慢来，这里都还小，嘿。哦，突然卡了一下，吓到我了！小心你屁股啊！你怎么啊？我干嘛救你呀？我掉下去了，没跑起来。慢慢，你不行，你不行！哇！到了，好险，好险！哎呀，快点呀！最后几条路都要小心，因为那个物件很多，很卡。我把视野拉低一点。每次跳上来都会再卡一次哈。其实这边会回血。对，我发现那边有个生殖权，对对对对，那边有那个我们的烽火台，嗯，生殖对烽火台很棒哎，超棒的，赶快上来啊！好，水收走，杰克你慢一点，杰克去死吧，杰克去死，你头跳用到，哎，注意，注意有僵尸哦，有僵尸哦，最后是最大跳跃，大跳跃，上不去，可恶，可恶，僵尸没看到，啊！不要不要，你团团远一点。团团，你刚刚差点是要踩那个僵尸、欸。对啊，我差点踩在他头上了。明就最后一步了，快点！到底是哪一队可以先获得一分呢？太惨了，我要当大屁股喽！差点拍谁？拍谁？你够，你够，你够，你够！拍谁？拍谁？拍谁？啊！又卡了一下了。哇！杰克。杰克掉下去，掉下来，我接住你。大跳跃，我到了！哇！太爽！啊！我们二座君王不是？我们二座君王先获得一分。然后这已经一比零了。嗯，因为你们要补血。我再回，再回，我再回，我再回。烽火台在这里，可以慢慢回。烽火台那边有点效果了，天哪！这边等一下，下一场是游泳比赛。快！我想干嘛？他不是我啦。过程当中可能会缺氧，要自己注意啊，好不好？哦，缺氧哦。曾经有人就溺死啊。所以要补满血。其实还好啊，你们。好，等你们补完，我们再过去。僵尸走过来，僵尸走过来了，僵尸走过来啊！这也不晓得为什么很昏暗呢。莫口保护我们，过去打他。莫口，莫口，莫口，你是队长，过去。哪里？僵尸。我们有力量效果。有，是啊。来来来，来往这里走。好，滑稽队。什么叫猪猪队？我们是猪猪队。我们是猪猪。为什么是强强队？分队中，分队中，分队了，分队了。
来哦，来哦，来哦。嗯，两个，两个跑。好，在这里，在这里。我要观战。一小，我等一下可以在旁边的农田观战。嗯，好。哦，好酷哦，有点挤。对，要站在这下面。那你们决定第一棒跟第二棒。好不好？就是要游到对面，哦、对面那边有一个那个红石灯，哦、按下去之后再游回来，然后换下一棒出去。哦，接力，对，接力。然后有一个小规则，就是游泳你可以在上面呼吸，可是你不能踩过这些玻璃，就是不能踩这些东西。好、嗯、，OK， 好、哦。对，所以就是障碍物真的有的话，你就要用游泳的姿态。可以，好，好。我们这边是小雨跟哈基要游。韩基、嗯，好啦，我啦，来，小雨已经准备好了，你要先还是我先？我、啊，你要先吗？小雨先，你先。好，我先。你要记得要呼吸哦，不要放弃哦。跳水吗？中间那个地毯区有没有？就代表你没办法上来呼吸。嗯。